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幻特。今天呢，我要玩奇坦女模组啊，我们这次来玩一个二战模组啊。那我废话不多说，赶快玩探探吧。Let's go，我们为我们苏联祖国而战，知道吗？我们要加入苏联。虽然我这样讲，我们这次先当苏联啊。OK，没有的苏联棋手，我先去其他地方招兵了。我们要招募我们士兵了。我们的斯大林来了，同志，他怎么没有帽子啊？斯大林式的光头啊！好，退是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啊。我那么远，找到通缉犯了、啊，敢背叛我们的国家啊！祖国有难啊，我们需要打赢这场伟大的祖国战争啊！他要我按错了，我按到天了，完了，又要重进了，我又要重进了。有没有马之类的东西啊？对，我现在也没钱买马、啊。等等，他妈人跑去，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你？OK， 我们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去找我们斯大林同志啊，总书记。OK， 我去找我们总书记。耶、去找一些村，掠夺者，打他！我们有15人啊，怕什么？我们有15人，我靠呀，他们有枪啊！我就是作死啊！找掩护，找掩护，小心啊！在哪，在哪？我屌你妈！那边没打中！看到！射击！他快射了你们！保重！招掩护啊！我又没打中，死了，赢了，我们七的被杀、啊，我天哪、啊，我七的被杀、啊，我需要赶紧动员了、啊。但你太对吧？对面包50，先在莫斯科附近循环就可以了。我们交通保卫自己。啊，终于了！哦，他们也有枪，在哪？我怎么在身边？打中了！都打中了！我操，一堆！小心！啊，看不到！哇操，我死了！完了，我死了！失败了！他来打我，破拆式，接着收税了。二次，有点远呢，这么远，赫里米亚，我要去救治了。掠夺者，打他！打他！有23人。这边，打偏了，又打偏了。是什么用？用枪啊？干嘛用近战啊？天哪！你看这伙食费，200。先招募新兵，在征税，对，在收税。对啊，3000多。
哎耶，哎，靠背，我摄像头完了啊！单用到我摄像头，白痴。等一等，这我没死我。等一下我军队在 I2， 完了，我不对在 I2 啊。到场才发现啊，哦，这里比较便宜一点。我们要捍卫我们国家啊！我他妈在，我待在后线而已啊。哎，芬兰的，哎，三叔打他，干他，那是我们敌人，打他的。有没有？我操，白痴了。小队们站这里，对方对射啊！打中，打中，等等，这边追，打中，死了。哦什么？援军来了，援军来了，没了吗？好，可以，这可以。这将军俘虏等奖的，这将军俘虏要赎回的是要4000多了。我不知道，没事，还有悠扬战术啊！我靠！来，将军来了，等住！哈，将军死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在这里啊。他死了，他被我射死了，可怜啊，我们烂将军！冲！啊！但就差一点点啊！但完了，我要转趟回莫斯科啊！我现在只有一人啊，很恐怖了。阿宇，终于有下属。我天，莫斯科怎么多？前夜期打戏而已。打中了。在哪？哦，在我前面啊。啊！操我！我操！不赢不飞，没事了。快死了！开始哦！我操！哎，中奖了！冲锋枪来了！中奖了啦！嘿！今天就玩到这里啊！虽然我现在就七的人，很恐怖。今天玩到这里啊！那我下次再见，拜拜。